是我的盐巴。可是它看起来不像盐巴，像蛋糕哎。这个是盐巴，只是那个，我告诉你怎么做，先拿白色的盐巴倒进去里面，然后拿颜色笔来搅拌，搅拌会变颜色。所以你上面有什么颜色？有绿色、粉红色、白色、橘色、蓝色。是你最喜欢的颜色吗？有啊，有粉红色跟绿色。好美哦！你做了多久啊？我不知道。好美哦！香啊，我送给你。好啊，你要送给我。嗯、可是这有个布丁玻璃瓶哎，要还给老师吗？这个不用啊。是哦，这是什么生日礼物啊？这是送给你的。这是什么礼物啊？送给你的。就快父亲节了，你可以送给爸爸做父亲节礼物好吗？那你把它收好，保管好，晚上送给爸爸。